各位，今日是2023年6月21日，星期四。我俾人睇呢张相，佢话我加咗 filter。今日要在电脑度揾啲相，点不知就揾到好多假丝落出嚟。唔可以唔提嘅就系金国亮啦，佢系揾我过去咧同假丝落拍《少年十五二十事》。嗱，而家见到呢张咧就系 bang bang 咁嘅声。除了一起拍電視和做主持之外，我還有跟賈斯諾合作的電影《衝擊21》。還有張國榮和鐘寶羅。在戏入面最危险的一场戏，就是揸住高卡在行紧的货柜车底度捐过。原来我同贾斯洛都是1954年出世的，而家仲有联络。